说你们好好站，不能就离我远点行吗？你人生后来看多了，以为自己是大明星。开个玩笑嘛，玩笑这么开才好笑。笑什么？你们继续。既然你看不惯我，我们光明正大比武。不说我的话，上去坐在那。那四五一赔十，十年免职。到时候可别说我欺负你了。我就选点你擅长的。你徐梦乒乓球也这么厉害，这还比个球啊？哇，气球也是球。当时认真起来，你觉得你期末考试第一还能保得住吗？那场法差就有自信了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。我们明明是见面就互相抢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怎么现在就迫不及待想在人群里找到你啊？说徐念有没有看出来？